扬州戏热爱生活刀，我是孟轩，怀的孟轩的创意学堂。那咱们今天的创意学堂是教大家制作一个咱们这个吃鸡一样的这个八倍镜啊。那想必大家也多多少少有接触过这个关于吃鸡方面的一些这种手游什么的啊。那像这种枪啊，装上咱们这个八倍镜才能打得更远。那在手游我的世界里面呢是没有什么这种瞄镜啊这种东西啊，这种弓箭的话呢，只能通过预判啊什么这种东西才能打到。那孟轩今天教你如何给弓箭上上一个咱们这个八倍镜，使它打得更远。好的啊，那我这个八倍镜究竟如何做到，真的更多下来看看吧。好的，那么做咱们这个八倍镜呢，需要用到以下几样材料：红石比较器、红石中继器、命令方块，还有咱们的拉杆。当然要背上咱们的弓，还有咱们这个箭。学完呢，咱们先需要来放置命令方块，然后结婚呢对应的在前面放置一个红石比较器，还有一个红石中继器，再放置一个命令方块。接下来呢，咱们点开刚刚第一个放置命令方块，这边输入的一串指令呢，这个指令是一个检测的指令，这个指令的话呢是一个给它一个检测和一个附魔的指令，这个的话呢是一个力量的一个这个弓啊。咱们待会呢这边方块类型是一个重复，这边红石呢是不需要动它的，条件也不需要动它，这边只需要把方块类型变成重复就可以了，又是一个紫色命令方块。那关于这张指令的话呢，你可以进行一个截图，或者是用纸抄下来，或者是去我的微博进行一个复制就可以了。微博的话呢搜索孟轩大大我的微博面前会有这个指令的一个复制，大家复制好直接粘贴就可以了。好的，第一个指令设置好以后呢，点开第二个命令方块。第二个命令方块的话呢，它是一串这样的一个指令为什么咱们用到一个八倍镜呢？因为这个八倍镜的话呢，是利用这一个 MC 的一个特性。MC 特性的是呢，如果你被这个锁链，就是说呢，你被这个药水效果，如果是缓慢药水效果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这个变成一个这个视野会扩大。如果你是加速药水效果的话呢，你的视野就会往下缩小。所以的话呢，咱们就利用着这样的一个特性进行一个制作而成的。好的，这边方块类型呢，同样是一个重复，这边红石和条件都是不需要的，不需要去动它。接下来呢，咱们需要蹲下来，在咱们立一个命令方块这里来放置一个拉杆，咱们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拿弓呢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大家看，现在的话呢是没有一个背信的样子，大家看就很容易这样子打歪，大家看，那就大家看这个距离咱们都看不清啊，所以就命中率会大大降低。最后呢，咱们拉下拉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拉上弓。大家看，咱们这个视野就宽了很多。接下来呢，咱们再拉近距离，这个就非常准了。你只需要把弓拉到这个僵尸巨人的头上，射你，大家看，就可以射中它了，非常舒服啊，这个弓箭，对吧？咱们只需要这样子，这个视野宽了，真的不知道太多了。哎呦，真的太舒服了，这是多舒服啊！大家看，如果，你如果不拿弓箭的话呢，你就变成一个正常状态，如果你拿弓箭的话呢，就开启八倍镜状态，大家看，拿弓箭就会开启八倍镜状态，不拿弓箭就不会有八倍镜的状态。你这样子，你看拉上拉杆的话呢，这和刚刚根本是不能比的，好不好？这样子根本都只能凑运气去打中啊。如果你拉上咱们这个八倍镜，这就非常舒服了，对吧？你看那里有头老牛啊，有头牛，搜你，有点距离啊，这个抛物线大家还要注意好的，这个抛物线方面大家还要注意好的。大家看这有个村民，是他，大家看，这个抛物线还是要注意好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八倍镜的话，咱们就不一定会打中了，对吧？好的那大家可以拿到这个八倍镜去和你的小伙伴们去装逼和炫耀，对吧？好的，那么本期的咱们这个创意学堂就带着，如果喜欢的话记得订阅下期频道，如果是你以后的话在视频下面留言。那我是秘书熊红炫，咱们就下期再见吧，拜拜。大家好，我是孟轩。那么每天呢，我都会在这个子频道更新视频。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呢，不妨点个赞和关注。那如果你感觉这些教程还不够的话呢，可以去我的子频道转一转，说不定有你喜欢的东西。好的那我是孟轩，咱们下期吧，拜。